彤彤，发零花钱了。妈妈，你多给我们一点钱好不好？一个月就10元，买几根棒棒糖就没了。就是，能不能多给一点？我现在的笔和本那么贵，稍微一买钱都不够花。那今天来玩个小游戏吧。计算器上点34，点多少给多少。不要说话，不算数哦。开始吧。你自己看。只有8块钱。再来一次。还可以，87，不少呢，你知足吧，比那10块钱多很多。27元到账啦。该唱唱啦。这个数大，我要点这儿。你自己看。0元。嗯，减八，你要给我8块钱。算了，怎么算？最后一次。最后。啊，快点！好像了，耶！4个月的零花钱啊。哪里？